谢谢你。你应该感谢他没有出现意外。那我说回刚才那句谢谢。幼稚。你才幼稚。二位没事吧？没事。不过看样子，我们要提前离开了。希望今夜对于二位来说，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。告辞。再见，小令。再见，再也不见。就完了？完了？那个是尹思辰，尹思辰，尹思辰啊！就没再发生点什么别的？没有。我从今天开始起，我不想再听到这个人的名字了。哼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个城市的城市新闻、社会新闻、花边新闻、娱乐新闻，乃至茶余饭后的谈资，都跟他脱不了关系。两年前回国，没有加入影视集团，反而自己创立了 YMO， 打造成了全江北最高端的商场之一，被称为商界奇才。林小雅，你在这给他歌功颂德来了，我要不要给你花钱给他建个庙，给你供上？哼，鸟来了。啊，这都有，你要不要许个愿望？据说还挺灵的。你熊影，你在这给我夸他，你站哪边的？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对了，你帮我查一下今天超我车那个混蛋是谁，我要让他赔我钱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一定查，一定查。不过今天帮你修车的那个人还挺不错的，长得怎么样？有点帅、啊、叫什么名字？榴莲西方是没？我没问，不过我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。啊！被美色蒙蔽了你的头脑，你没让他留他的联系方式，那万一他开着你的车走了呢？不还你了呢？那可是辆保时捷，你赔得起吗你？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顾小姐，车子已经送修了，明天我会把修车的单据给你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方便。林小雅，我还真的挺幸运的。可以啊。好啊，那我们后天中午12点，白沙广场的面馆见。哦，对了，你的娃娃很可爱。这个呀、啊，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，它是个大耳朵娃娃，它跟我一样都叫西西。我原本以为找你会像大海捞针一样难，可没想到一场大雨就把你带到我的面前。也许这真的就是晴天娃娃的魔法吧。哎，糟了，今天稿还没结呢。野溪大神终于更新了，我还以为他这周要断更了呢。妈，快来吃。吃吧，吃吧，快吃。
你说你啊，整天是没日没夜的看你的洗衣店，也没见你挣几个钱回来。还有你啊，也不找份工作。啊，合着就靠我儿子赚钱养活你们俩啊。你西西吃饭。我跟你说啊，王阿姨啊给你介绍了个男朋友，上海人，相亲的事呢都安排好了，明天你去一下。我不去。人家男孩子虽然是离过婚，在上海，但是他有房有车呀。奶奶也是为了你好。我有男朋友了。有了。他是哪的人啊？他爸妈是干什么的？他有房吗？我这丑话可说头了啊。嗯。要是家里条件不行的，我可不答应。嗯。奶奶，我就这么跟您说吧，我这个男朋友一表人才，还有稳定的收入和工作，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您生日那天，我把他带去给您看，好不好？哎，行了吗？我不吃了，你慢慢吃。你。那我就不送了。Alex 先生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Alex 先生。顾小姐。嗯。尹先生不是说你着凉感冒了吗？是有点不舒服，但是现在已经好多了，我不想爽约吗？你在这儿等了很久了吗？没有，我也是刚到。您不是说可以卖给我一件 Marry Me 的婚纱吗？您不会是反悔了吧？尹先生没跟你说吗？跟我说什么呀？ Marry Me 将会入主外贸，我们就在半个小时前就已经签订合约了。按照你们的关系，那婚纱不应该是由他再送给你吗？啊？我不会破坏到他的惊喜了吧？这哪是惊喜啊，这是惊吓吧？惊吓？我开玩笑的，他这个还真没跟我说。那你千万别告诉他，是我破坏了他的惊喜。放心，我肯定不说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您休息了。嗯。小杨。啊？怎么样啊？订单拿到没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意外了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尹思成就是个大混蛋。你说哪有人把煮熟的鸭子弄飞的道理啊？我好好的订单就被他截胡了。就是尹思成。嗯，那看来你俩缘分不浅啊。你也缘。嗯，我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，这可能呢会激发起你的斗志。说吧，我承受得住。抄你车的那个主人我找到了。哪个混蛋？嗯，这个混蛋你挺熟的。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啊！还不会是那个？恭喜你，你的第六感一向很准。尹思成已经与 Alex 达成了初步合作的意向，这是我提前做的宣传方案，让广告部和宣传部弄起来。好。思成啊，思成，思成，作为你最好的哥们儿，接你的私人公关出这种事儿，你居然不通知我？他是谁？什么谁？你火了。我火了？你今天还没看微博吧？虽然角度差了点，灯光有点差，但鉴于男主角是我，这张照片我给90分。哎呦，你还谦虚了10分呢。这个女的是减分项。所以呢，她是谁？记者乱写的一个人。随便写都泳池基本了，这能随便写啊？你还有事吗？不知道到底谁拍的。唉。喂，子刚。顾西西，你找个时间来我家一趟吧，把你放在我这的东西都收拾走。我是子刚。我喂，怎么了？小刚好像是要跟我分手。他为什么要跟你分手？不会是因为看到热搜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一趟，我想跟他说清楚这个事。你现在去公关去撤热搜，不就等于我们自己承认了吗？ Marry me，
一个浪漫的婚纱品牌，就当做给我们做一次免费的宣传，不好吗？去喝杯咖啡。不是，你心真大。思康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开会，晚上再说。我们一会儿吃完就去啊。来，啊，你多吃一点，这段时间你都瘦了。他还不是都怪你不陪我。好好好，我会好好补偿你的啊。啊，赵泽刚，我说你怎么突然跟洗衣提分手？原来早就只好下家了是吧？泽刚，这个女生是谁？朋友。朋友？朋友需要你亲手喂他吃饭吗？顾西西，现在该我问问你，那个网上的热搜是怎么回事，还有那些照片。赵泽刚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本来是要过来跟你解释，但现在看来好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我早就知道你是个拜金的人。你宁愿相信微博上面的八卦留言，你也不相信我说的话是吗？ 我们分手吧，听到了吗？我提的。臭渣男。小雅，我们走。别生气了，晚上我们去 SOK 酒吧，不醉不归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别理他们了，前女友。不是，他分手该不会是跟你拍了那张照片吧？ SOK 酒吧知道吗？我的入场。晚上去哪儿？不是喝咖啡吗？突然改变主意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单身快乐！单身快乐！就这种渣男，不甩留着他干什么呀？就得给他甩掉，说不定他在外面都已经不知道跟那个女生都在一起多久了。对啊。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？我要拥抱新生活啦。西西啊，你要是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我怎么会想哭呢？我特别想笑。这只是一段失败的感情，这样给人忘掉，我这搞事搞事人就要搞事业，事业搞事业，搞事业搞事业，干杯，来干。但我觉得吧，您首先得找到根源。你说的对，我找到根源，然后消灭。但是根源是什么啊？我饿了，小雅。我想吃烤鸡翅。变态辣啊！变态辣，变态辣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是买，你等我。好。哪边走？你这边是吗？你慢点啊。服务员，厕所呢？出门右手。鬼哭，感觉今天人没那么多呀。那个服务员把这收一下。好。然后来个老规矩。好。还不错。难道走了？在找什么呢？哼。我发现了一个好看的小姐姐。我准备去，你要不要助攻一下？再见。你请去。服务员，来一杯火红的夏日，献给这位美女。我也请你喝一杯吧。你好，给他一杯长岛。不必客气。
能请你这样的美女喝酒是我的荣幸。抓我，我买回来了，吃着吃，别太辣了，特别好吃。说是你们，我刚才把你看成以斯臣了，就是长得那么长的脚，然后满嘴的牙齿，那个手刷子这么长，他就这样看着我，可吓人了。还好是你，小雅。妈呀，我找到你说的源头，那个源头就是以斯臣啊。就是尹晨那个混蛋，那个冷血无情没有人性的东西，他毁了我的人生，他毁了我的爱情，我的一切都被他毁了。所以我要找到根源，我要消灭他，我要干掉。你要消灭尹思辰？对，我要干掉尹思辰，我要把他变成烤鸡翅，然后把他大卸八块，把他穿上去，把他。把车开过来。飞瑶。什么？我的鸡翅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辣。不许说出去啊。好的。这包装好硬。赶紧开车。去哪儿？我陆家巷小姐说。陆家巷十号。妈，是把你吵醒了啊、你爸爸把我交房租的钱拿去投资了，我跟他要，他怎么都不给，还跟我发脾气。可是房租要再不交啊，房东就要把房子收回去了。妈，先别着急了，过两天是你奶奶生日，他非要在五星级的饭店里面订包间，你说到时候他怎么可能有钱付呢？妈，我都帮你处理好不好？我呢，我这两天正好接到了一个大单子，可以赚特别大一笔，你的房租还有奶奶的生日钱全都能给你交了。嗯，我的西西啊，真的长大了，但是对不起啊，真的
妈妈真的是一直给你添麻烦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赚钱就是给你花的，放心，我全部都能处理好。嗯，好，来跟妈妈把这收起来。嗯，不好意思啊，先生，因为我下午还有事情，所以只能约您上午了。这家店虽然说位置很隐秘，但是味道特别好。挺好的。嗯，那就好。莫先生，顾小姐，哎，你俩竟然认识啊？是啊。哎，二位慢用，我先忙活去了。好的。好嘞。啊，什么情况？我之前也常常来这一家店。这么巧啊。之前这家店开在眉山，我出国之前总会来吃。那就更巧了，我老家也是眉山的，说不定我们小时候还见过呢。不是说不定啊，你真的忘记我了？啊？莫莫子子心心，这是我做的人偶，你可以把它当做晴天娃娃，有它保护你，就不用害怕下雨天了。我变化有这么大吗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认出来。没事啊，我们都那么久没见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但没想到那一天我们又见到了，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。哦，对了，嗯，这是修车凭证，你到时候拿着它去领车就行了。谢谢学长。这个钱的话能不能不用还了？我跟你讲，不用这么客气的。不行不行，钱是一定要还的。这样，我给你写一个欠条，我现在可能手头会有一点紧，但是我过一段时间一定还给你。嗯，这是欠条。谢谢。嗯，我真的不用你的欠条，你听我说。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答应过我的事？你以前答应过我教你画画，你还记得？我记得。要是你真的非要还的话，那你就来给我当画画老师吧。当然没问题啊。那要不这样，我每周给你上一节课，上满一年就算是还清了，好不好？行。喂，思辰，昨天晚上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，那个女孩子说是什么商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我费尽口舌才要到电话号码。希望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呢，她已经是我的女朋友啦。你呢？有没有什么战况？没有啊，挂了。怎么这么没情趣啊？不对啊。喂，张主管，什么情况呀？今天不是周一开例会吗？这都几点了？虽然我们公司是比较人性化，但也不至于这样吧？开完了。什么？开完了？新来的总经理？什么总经理啊？第一天开会还不通知我？开。你怎么就找到这个地方了？我来这里工作。工作？你不会是想说你是新来的那个女博士吧？尚总好，我叫穆若娜。如果我的老板是个贪玩、不务正业、心思全然不在公司里的人，那怎么办呢？这太好办了，他不是喜欢玩吗？那就是让他玩个够，玩得吐。这一招叫欲擒故纵。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会长得一模一样？你信不信昨晚我认识了一个和您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
还留了电话，需要我确认一下吗？这个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我是被上董事长委托来帮助您管理公司的，其他的事情我不关心。和您汇报一下今天的工作。在汇报工作之前，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。你昨天对我的印象应该还是不错的，是吧？我劝你还是省省精力，把目标放在别的女孩身上吧。这个问题与工作无关，我拒绝回答。我刚看了一下我们和外贸那边草拟的合同，有一些细节存在问题。和外贸的合作都是之前的惯例，再说了也没有人敢去找思辰谈呢。现在有了。梦中女神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您好，小姐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我想找一下尹思辰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没有预约是不能见到总裁的。您跟我这边来吧，总裁正在开会。看这边写的，上个月就来了。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总裁开完会您就可以进去了。好，谢谢。请。尹思辰，你还真能藏啊，上次骗我的事情看你怎么说。果然不是个好东西。那我就送你到这儿。有空出来吃饭啊。好，拜拜。第一次见尹总这么客气的送人离开啊。是啊，这女的可真有手段。顾小姐。尹思辰，我记得在酒会上面我们说过各取所需，但是现在呢？我凭我自己的能力得到我想要的，你没有得到，只能说明你的能力不足。但其实 Alex 在酒会上面已经答应过我给我一件婚纱了，但是 Marry Me 的婚纱三个月后将会在我的商场里销售，到时候你可以自己去买。不行，因为这件婚纱对我有急用，所以我现在就需要你。这件婚纱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？我想这件事情好像跟你无关吧。怎么着急结婚？不对，你不是才刚刚分手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刚分手了？这三个月是我们的宣传期，全世界除了我们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买到 Marry Me， 除非什么？除非我突然结婚，我倒是可以考虑替我太太准备一件。当然，我结婚的话，对象也不会是你。尹思辰，你现在已经严重的打扰了我的人生。那只能说明你的人生太脆弱了。
那是因为有你这种自私鬼、自大狂，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了多大的困扰和伤害。婚纱的事情我可以再想办法，但是你必须跟媒体发声明解释这个误会，证明我俩没有任何关系，并且把照片都删掉。我怎么解释？说你和我一起欺骗了 Alex， 那我的损失怎么办？你来赔付吗？这一切都是你那天晚上擅自行动所需要付出的代价。尹思辰，你简直就是个自大无情、毫无同理心的恶魔。顾小姐骂完解气了就可以走了。你好，我找尹总。冉小姐，这边请。这才是配得上我们总裁的人吗？刚才那位，坏了。等等。尹思辰。当时就应该这么拍，好歹也算是一个99分的作品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喝水不行啊！这个水我刚才喝过了。尹思辰，你想干什么？臭流氓！我臭流氓？你自己昨天晚上做了什么？你忘了？我昨天晚上干嘛了吗？当然了，送顾小姐离开。是你超我车，然后导致我车被撞了的那个维修单，你赔一下。你想钱想疯了吧？你当世界上所有人跟你一样，都眼里只有钱啊？以后想好了骗钱的理由，再来找我。尹思辰，你等着。西薇，就按这个方案来干就好了。这个好 ，Alex 先生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